我的手机就伫咧对面。 大家吼，一定想袂到讲，遮尔啊水的布置是你完成的，你真正愈来愈厉害呢。多谢你哦，来遮甲我斗相共。你就是讲，我愿意遮尔啊用心哦，迄是因为哦，你开嘴啊，所以哦，我只好目屎干的来甲你斗相共啊。闺蜜啊，你离开台湾以后，你一定吼袂晓袂记我这个闺蜜哦。 我哪有可能会袂记你这个贱人啊狗嘴的闺蜜？啊，不过你莫答应我，留落来食饭，莫让我这个闺蜜歹走，好不好？光头，我听说这次会场的布置是由你全权负责的，用料真水，感谢你。 袂啦，顾长，啊我个工课爱无闲，我先来无闲。好，你先无闲。顾长，生日快乐！希望你对今仔日的 party 会当真满意。你这样用心，我要准备生日 party， 我当然嘛是100%满意。小林，非常谢谢你。 就好啊，那我所做的这一切哦，都记得。时候不早了，宾客快到了，你赶快去换衣服吧。换衣服？啊，我不是今天的主角，我是要换衫创啥？穿安尼就好啊。你帮我准备 party， 我要回报你一份礼物，我要让你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。我也请了一位最著名的造型师，现在我陪你到休息室。 中班起来，来。啊。乐乐，你来啊！你先坐一下，我陪小林去一下休息室。来。钟涛。 林小雅嘞？ 拄则我有甲阮小雅通过电话，伊马上就会到啊。那呢，我去门口等你。哎，等者，阮小雅，坦白甲我讲，伊到会场进前会先去找阮闺蜜。乐乐，咱做人吼，就爱较厚道的。既然阮闺蜜第一间答应要甲恁爸爸做伙，安尼你就互阮小雅好好甲阮闺蜜相识。 这更是上好的结局啊！啊，你是搁咧忘恩啥？嗯，小林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妈。嗯。大东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来福平安都转来啊，拢无代志。哦，刚才我咧想讲哦，伊老万年哦，我唔知要安怎啦。 即马等下我足欢喜的，妈妈你欢喜就好啊啦。阿来福先生聪明啊，一定会感受到大家对伊这样关心嘛。这个陈主任伫咧讲的吼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是呀、啊，即马吼永远陪伫我的身躯边啊，我足欢喜。干<笑>妈，干妈，我听大金说来福终于平安没事了，哎。 我真正真欢喜耶！我这两天呢、啊，这个心七上八下的。
这会儿总算能放下了。你也会担心哦，啊？当然呢，干妈，你把来福当家人一样，那来福也是我家人呢。他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你看你还用心哦，我真欢喜。哎，要不是有的人出门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么久了。事情过去就好啊，别再讲了啊。是啊，我怎样了啦？干妈，我的意思是，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们也知道了一些照顾动物的注意事项嘛。相信有的人以后再带来福出去，一定会更加小心谨慎的。这个代志确实是我想过代志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最近常常有去动物医院做义工。一方面是做好代志，一方面是加了解一寡狗狗的习性。安尼以后我就知影要安怎甲来福相处。相信以后我一定会甲来福做好朋友的。你去做义工，哪会无甲我讲啦？哎呦，咱人吼做唔着代志不要紧。会当反省、改过自新，只有值得人学咯，哈。多谢。干妈，来福呢？哦，大金哦，第一已经那个洗身躯啦。哎，你不是喜欢来福吗？去给他倒咖酒，哈。啊，好，我去倒沙缸。啊，来福，等下厝里有欢喜无？啊啊，即个是我替你特调呀，洗香香的洗毛剂哦，我你贵个呢，喷讲哦，等下佫来兼做 SPA， 我你喷讲哦，讲讲喷。喂，小华，你下班啦？你陪伊规工个嘛忝啊，较早休个。干妈叫我来帮你一起给来福洗澡。啊？啊，你不是怕狗狗？我发抖。来福像干妈的命一样，干妈叫我来，我能不来吗？咬碎了牙我也要来呀、啊。哎呀！啊，别啦别啦，啊，我看哦，我来你坐到边啊，马桶遐远，啊，没没，你坐到休困好啊。来福啊，像迄一个仔囝，到遮大只，拢是我替伊先开啊。伊想啊，我甲伊先开对吧？来福，大金嘛，啊，你甲火箭放去倒位啦？啊，我哪会找无？无啦，我放伫拖内底啦。哪有啦？我都无看到啊。啊？不然你帮干妈去找火箭吧，我来给来福洗。啊，你干嘛倒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是给狗洗澡吗？啊，你快去吧，不用拖拖拉拉的，不然来福感冒了。哦，好了，啊不，我先替妈咪来找福建啦。啊，你等下会记哦，身躯洗好了，啊，甲做只十八哦。哦。哦。啊，来福，你看卖，你有够好命，神助我替你洗身躯啦啊。好了，我先。哎呀。你还真是好狗命啊，还要我伺候你来洗澡，你真是被宠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一会儿老实点，我可没那么好脾气。你看看你，洗个澡吧就洗澡，还要做什么 SPA， 真是的。哎，你下来，快点下来，我来帮你搓。不要乱动，下来，这样我怎么洗啊？啊！来福，不要动，给我站好。嘿，狗狗，洗蓬蓬，洗脖子啊，你简单嘞，不过来洗啊。你以为你穿这样就比较厉害啊？当然啦，因为我捌做过义工，所以我对替狗狗洗身躯这个代志很有心得。好啊，我自己说的那么厉害，我给你表现一下。来福，来福呀来，哎呀小，哎
洗身躯啊，吼，乖乖哦。永玉里，生日快乐！姑嫂，我想要再请你见面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高科威，你没必要向他报备。在跟巧丽还没有正式结果之前，他有交朋友的自由。我想要送巧丽礼物。这是我跟伊见面唯一的理由。啊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卡斯会用的，不管是用催眠是其他方式，我希望伊说服巧丽，一世人都莫会恢复记忆。我不希望巧丽将来为了我痛苦。毕竟，阮已是无可能啊！高科威，难道你真的这么想从巧丽的记忆当中彻底消失吗？卡斯安呢？也当我巧玲快乐，我愿意。袁巧玲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顾尚是真心的对待你，对你遐尼啊好，你嘛爱回报伊的感情啊。顾尚。是你啊！啊，你先坐啊！那我一开门，你就别进来。哦，无啦，我着真久无看到你特别打扮过，有一点啊，有一点惊着啦。惊着？有这恐怖？哦，不是啦，真水啊！啊，我是讲真实嘞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是特别来送你礼物嘞。上个是以前咱设计时阵你看到的，
迄时阵你真介意，啊，不过伤贵啊，你唔敢买。我著家己的心内有一面啊，我趁你唔知影时阵，偷偷甲买落来，想讲找一纪念你送予你，予你一个 surprise。 想袂到，还袂送予你，你就出代志啊！这双鞋，你伫到今日，我拢放在厝的。我想今仔，定定送予你啊！ 虽然我已经未记过去的代志，不过你对我的好，我拢感受着。人不是讲袂当送下，因为送下吼，就表示讲对方会离开你。不过即马，我确实应该离开。 所以这下我收来，希望咱未来的路都会当真平顺、真精彩。 部长，生日快乐！哎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库桑生日 party， 为库桑致上一份最真诚的祝福。今晚请大家会当尽情的享用餐点。过几分钟啊 ，party 就要正式开始。为着要感谢大家，咱邀请库桑上台对大家讲几句话。 谢谢各位好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， 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呢，我真的感觉这是上有意义的生日。谢谢。无各位到三江，就没有今天的秋葵山。我用这杯酒向各位朋友表达我心内的感谢之意。 我今仔就希望诶，以后每一工，会当像即马共款，大家互相帮忙，友谊长存。来，我敬大家。哎，科长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各位哪会袂来啊？伊毋是讲伊诶准时到，严巧玲嘛无看着人，伊敢会做伙走？ 伊会来啦，啊！伊讲会来，就是会来，你莫有白想。伊可能，那你拢骗啊，还是你甲伊做伙骗我？哎呦，我用我这个拳头甲你保证好不好？阮少爷卡苏等下若无来，我这粒头就剁落你桌椅仔坐，安尼好不好？胡迪。 你甲下骹手人安排好，就马上过来。爸的生日 party 你最好乖乖对我行，莫有人话。你们冲啥？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你对我行！放开啦！放开！叫你讲放开，你是听无信？你若阁无爱放，我就对你下无客气啊！啊啊啊！别放啊！别放！
我袂当放，老婆，我无法度对小姐交代啊！少年的，你是唔通一错再错？你家想看麦啊？库上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你的下场是安怎？你真正当作王乐乐有材料甲你报信，你莫戆啊啦！要放无爱放？ 你快走！阿达，阿达，你快走！阿姨，歹势啦，让你稍微客气啦，哈。恁爸爸若是知影，你甲王乐乐两个做的好代志，绝对袂放你煞啦。嗯，所以啊，我绝对袂当让你有这个机会啊。阿达，阿达，走走走。 光头白日，你竟然跟你公公张嫂做歹代志？王大爷，你无代志吧？ 今仔天地顶都变啊！我今日一定要好好甲你修理一下。你啊！我等你啊！我很笑啊！库长，恭喜，生日快乐！这一点仔是希望你介意。谢谢。 戴晴生副会长，你好。外听讲你最近要跟徐磊一起去大陆合作开发建案，恭喜你啊！外听徐磊说了，你马上就要做爸爸，双喜临门啊！顾长，你客气啊。说来嘛，希望徐阿姨会当加我一挂指教，还佫大家搞到三工。开发建案，咱是会使帮忙，要唔过即马你是要做爸爸，这款代志。 我是无法度斗相共，不管安怎讲，我要照顾你的夫人，人讲结婚前先交婚事，上届哦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贵宾，邀宴会正式开始。 才五分钟，提早五分钟是要创啥？ 你是去倒？恁哪会这么才来？我去忙因一寡代志啦，所以今才来，来收收者。你是安怎？哦，无代志啦，可能伤忝啊啦，休困一下就好。离这宴会开始，咱邀请到一位对库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 这浪漫又搁隆重的场地，就是清新布置的。伊嘛要亲身送库上一份真特别的生日礼物。
也唔知影家己是啥进境，连家己的实力我嘛唔知影，所以我一直甲你救我迄天，当作是我的实力。今日是你的生日，在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日子，我想要问你一句话。你敢愿意跟我做伙过后半生？小玲，就要回到你之前有一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知影。你嘛知影，高科威和我同时争取你好感，后来高科威选择退出，并不是他决定要回到乐乐身边，而是因为他受伤了。